只想和你朝来暮往，人间心爽，只想和你长剑受伤。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我梦里？我看你在这睡着了。我原本只是想把你抱进屋里，但没想到你的意识邀我进了你的梦里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次。我没生气，没事。你方才说你没有生气。洪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情思的事情，大泽山的事情，你为我炼化神丹所做的一切，你都知道了。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吧。我学了几道人间的小菜，可以做给你尝尝。等等，说什么一笔勾销？就是你想的。哪一件？